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哎，左边还有个，记得吧？手右，大腿啊，小腿啊。我看到一条蛇，嘴巴一直张着，一条蛇张一直张着，像蛇一样的，像蛇一样嘴一直张着，蛇。刚才那不动那个蛇，现在那个蛇，那个石头往下舔，那个石头往下舔呐。那个石头往下舔的直高，舔到哪个地方就在那个像掉了一层皮啊。舔到哪个地方就要掉了一层皮啊。这个它不只是舔了一个人呐、啊，舔了好多人呐、啊。吃了这个蛇的人呐、啊，都被舔到了，都被舔到了。哎，好像在外侧呢，这个地方。我现在看到的，原来有个这地方。先不管了啊！我现在看到那个，他可能舔了其他人了，反正那舔了好多人呐、啊。然后舔了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另外一个人呐、啊，舔了以后那个好像就烧伤了那个人呐、啊，那个人像烧伤了，就这一片呐、啊，像烧伤的感觉啊。哦，那个烧伤最少是红啊，后来就是一个烧伤，就是一个烧伤啊。就最早的时候有点红啊，后来就是那一个脓包啊，不是叫脓包，就是那个一个只是一个皮啊，皮里面包了那个，皮里边呢包了那个脓啊，那张皮就没用了，但是那个也不破，就包在那边，那不是是最严重的一个人呐、啊，好像整个屁股那边都这样烂掉了，整个，他那个时候是最轻的一个，知道对，他在房间内侧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有份。那吃了那个蛇的，那个老大呢？老大呢是整个一个那个整个一圈呐、啊。然后其他人呢，就反正那个一圈一圈，反正挨着一个人呢、啊。轮到他的时候就小一点，这样最小的了。在这里，现在我看到人在这里啊，就请客的那个老大是已经那个屁股上已经那个整个都烂了，就一层那个外面就一层那个。黄颜色的皮啊，黄颜色就被那个皮粘的坏死了，没有用。但那个皮呢也不坏死，这不是他，是其他人呐、啊，是那个老大，就请客的那个老大。哎呦，那个烂的，一层皮啊，但是水也不掉下来，那好像呢，那个皮很厚啊，好像那蛇皮一样的把它包住了。哎呀，这算是最轻的了，当时也不好意思，只尝了一口啊，尝了一口就尝出问题来了。就长了一个最小的，在这里啊，长了最小的，他算是最小的了，长了最小的了，那又喝了好多酒啊，然后那个一盘那个服务员把一盘那个蛇拿上来啊，哎呀，那个有病送来就哎呀，他说我平时不吃这个东西的，看着都恶心的，然后那个老大就拿了一筷子夹了一块，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，吃的吧恶心，不吃吧。不给面子，不吃他吧不给面子。那个蛇的灵魂呐、啊，就在那饭桌上面呢，看一清二楚，看着谁在吃啊，就那个一个桌子的上面呢、啊，就看着、啊，老大首先把那个老大给盯上了，他那个外圈呐、啊，屁股的外圈，这个整个一圈呐、啊，这个那个人肿到什么程度啊？肿到那个，你看那个皮肤啊，
按我的笔画，就肿到这个程度嘛，就屁股整个都肿起来了。他是那个人呐、那个整个都肿了，肿到那么大一个屁股外面，有冰山最小的一点点呐，这是所有的人当中最小的一点点呐，吃的最少的就最小一点点，吃的最多的，最大，哎呦，然后那个蛇嘴巴一直张开呀，那个蛇一直张开呀。那个样子啊，蛇张大的时候啊，蛇啊张大的时候啊，它就吹出来一股气啊，就吹出来一股气啊，吹到哪里啊，里边就变成了豆腐了，里边成了豆腐模样呀。豆腐就像豆腐啊，就是这个被它一口气一吹啊，这个整个都坏死了呀，就里边那个在吹到的地方整个都坏死了呀。哎呀，那个老大是已经没救了，那个老大，那个老大是已经没救了。他跑到医院里边，已经整个都是已经化成那个豆腐了，那边，而且肿成这个样子，已经医生就没办法了，对吧？那个蛇啊，那个蛇啊，还在虎视眈眈的呀，还在虎视眈眈的呀。那个蛇嘴巴里啊，嘴巴里含了一个粽子。那蛇嘴巴里含了一个粽子啊，那个粽子是什么一个东西呢？是一个类似脏菜饼啊，服务员放在里面的，放在里面的，故意啊含那个脏菜，嘴巴里含了一个脏菜饼啊，含了一个脏菜饼啊，放在那个蛇嘴巴里啊。但是那个蛇要把它吹出去啊，因为他们这个是他嘴巴的东西嘛，因为卡在嘴巴里不舒服呀，他吹气啊，那个像吹气啊，是吹到谁身上啊？吹到谁身上啊？就一大片的、啊，包括那个服务员，那个服务员两个手啊，都肿了，肿到这个地方啊，前臂啊，到臂膀那边了，全部是啊。反正医生接到这个东西都不知道。服务员没吃的话也受伤了。哎，对，他放在那个珠子啊，像珠子一样的东西啊，就是嵌在那个蛇嘴巴里啊，就让人觉得让人家那个，他也没什么太大的想法，就想到，这就是放了一个增加点叫人气，这叫人气。就是一般的人想不到蛇嘴巴里放点东西嘛，那个服务员就放上去一个呢，就觉得比较特殊一个，让他记得他们曾经到这个饭店来吃东西，所以叫人气，要为了记人气，所以那个蛇就吹气，要把那个人气散掉，一个要像记人气，服务员想的是记人气，那个蛇啊就想到吹掉把那个柱子啊，就这个东西就像放了一个葡萄或者放了一个红枣这样的，反正类似这样，就放了一个东西嘛。所以蛇啊一直在吹气啊，飘到谁身上？当然阴间飘过来的，飘到那个地方就气吹出来啊，吐掉。哦，你对他说啊，你先对那个蛇说啊。哎呀，你就是说，虽然不是你干的啊，你就替他解这个围啊，把那个蛇啊，哎，你说对不起啊，不应该把这个，你就称他柱子，谁要搞清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说不应该把这个柱子放在你嘴巴里的。不应该把柱子放在你嘴巴里。哎，我现在帮你拿出来。我现在帮你拿出来。哎，哎呀，你吹掉了那么多阳气啊。哎，我帮你收回来。哎，帮他收回来的同时，也就是哎，你可以免提也没问题啊。就是把他那个毒气啊，把他收回去啊。表面上是对他把他阳气收回来，实际上把他毒气收回来。你说我把你的阳气收回来。我把你的阳气收回来。哎，这都是你的精华。这都是你的精华。哎，随着这个时候，就是那个老板呐、啊，请客那个老板，首先那个屁股那边啊，那块啊，哎，慢慢小了，烂掉的，慢慢小了，然后继续对他说，这是你的精华，这是你的啊，
这是你的精华。这是你的精华。我把你收回来。我把你收回来。说的是蛇的那个它吹出来的气啊，那个气，一收以后，那个服务员的那个胳膊那边已经缩到这里了，本来是长到这里啊，整个都是啊，已经缩了一半了，缩了一半了，你继续缩啊。这都是你的精华。这都是你的精华。一点都不要遗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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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，现在那个大的那些。你的精华。一点都不要遗漏。一点都不要遗漏。对对，你的说，一直说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有病，那个是最后一个人了，所以要说到最后一点不留的时候才轮到他。你说啊，这。你的精华。哎。这都是你的精华。一点不要遗漏。一点都不要遗漏。一点不要遗漏。一点不要遗漏。我都把你收回来。好像那个大老板那个屁股那边啊，已经肿的没有了，就像恢复正常了。那个服务员啊，也到指尖也恢复正常了。好，那有病那边啊，就慢慢也全部收回去了。哦，那个地道的蛇啊，你也是生命的。你也是生命。你也是生命的。你也是生命啊。我们不应该吃你啊。我们不应该吃你。我不应该吃你啊。我一上来的时候，一上来就看到一条蛇，嘴巴张着，那个蛇黑乎乎的像一条山药，一个粗山药一样的，就这样斜着，然后那个嘴巴就合拢来了，已经合拢来了，慢慢从那个餐桌上退走了，他说你，我们不应该把你抓到这里来，我们不应该把你抓到这里来，更不应该把你吃掉，更不应该把你吃掉，更不应该把你吃掉。以后永远再也不吃这些东西了。以后不吃这类东西了。对，再也不吃这些东西了。再也不吃这些东西了。以后要特别小心的吃东西啊，人家给人家吃的，这碰不得。然后那个蛇就慢慢退走了，那个蛇慢慢退走了。你继续说啊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碰你了。以后再也不碰你了。然后你再说一句话，想吃蛇的人呢、是一个很愚蠢的行为啊。想吃蛇的人是愚蠢的行为。然后你也说想打蛇的人呢、也很愚蠢。打蛇的人也很愚蠢。对，这个打蛇的只是打不吃，不是吃啊。打蛇的也很愚蠢，就告诉那个蛇，我们前半辈都不会招惹你了，就是再也不会碰它了，也不会吃它，也不会打它了。然后你走得不见了，现在只留了一个影子啊，刚才那个影子啊，一个影子就是那个张着嘴巴一个像那个山药一样的。你说这作为我们的一个教训吧。作为我们的教训吧。这作为我们的一个教训吧。这作为我们的教训吧。做完教训以后，那个影子也退走了。那个影子也退走了。那个影子也退走了。然后然后看到可能有两三个月才能完全好吧。要花两三个月，就是才慢慢里边。长得正常的，就是那被他个吹气一吹以后，那一片都坏掉了，坏掉重新长起来，就原来那个已经坏掉了，恢复不过来了。那就要去掉它。你先用水喷喷的，如果不是太胀的话，你先不用管它也可以啊。因为那个它就是。慢慢它是这样，我看到它会花两三个月时间恢复，然后因为那里边新的东西正常东西长出来以后，把那东西慢慢推出来，慢慢就在慢慢里面正常的长出来，外面的不正常的就慢慢推出来，会自己会出来，当然时间比较长，就两三个月好像啊。那个具体你看情况嘛，到底后面这一块怎么处理？它会，当然会好，会好，用多用那个水喷喷它吧，好像那个不挤不动它也，
也没事，但至少现在就不会再像严重的发展了。然后呢，因为那个里边正常的长出来要花点时间慢慢长出来嘛，所以呢，那个你不碰它也没事，反正你看情况了。它是慢，好像会破掉，慢慢推。但是现在的那个从原来不一样，就里边正常的长得起来。原来的那个蛇吹气嘛，吹气的话，你对着那边吹的话，你长正常的也会坏掉，长正常的也会坏掉，所以那边总是愈合不了。在里边呢愈合不了，外面当然已经被它吹坏了。后面呢它会正常的会长起来以后，就把外面的慢慢像里边的长成正常，把外面的推出来。至于外面后来这个怎么处理都并不重要，你看情况了，看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再定了，反正那个不重要。然后就他那个后面那个怪的东西啊，像那蛇、乌龟啊这一类的，这那种越是怪的东西越是不要碰，我说的那不要碰是吃的意思啊。不要吃它啊！不要吃！我说的那个碰是吃的意思啊！现在什么都没了。退掉了。我一上来就看这个像山药，有一段山药，样子像个山药，然后嘴巴开着就这样。对呀，蛇也是古的时候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没东西了，你讲。反正又那个，背上面老是不怎么好，有没有什么那你后背？那后背再排了。你不用挂，不用挂。